怎么那么烫啊？我去给你拿药。享受我对你多着迷，没事。你怎么吃了药还这么烫？没事。旧的星星轨迹就会为你偏离，想说你在我的心里记录着的一点一滴，想和你游历风景，夏季的冬季，所以在梦里都是你，所以总是偷偷靠近。我也意识到我是有点执迷，在等着你的回应。如果未来身边是你，比我们不四季更替，放下了不安和一切忧虑，陪你等日落潮汐。如果察觉我的心意，能不能靠近别逃离，仔细听我们此刻的呼吸，我的心动频率都因你而起。你起来了，好点了吗？我煮了粥。快尝尝，我做了好久，肯定好喝。我发誓。好喝。昨晚。谢谢你。我又没做什么，你生病了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一个人硬扛着，你是不是很早就难受了？只是发烧感冒，不是什么大事。但没想到让你替我担心了。你下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。哎，你今天还要去公司吗？要去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。我还以为你会休息一天，那你要注意身体，你还没好，别太累了。嗯，多吃点。